3, 2, 1。皇上既及时，中外闻名的皇上风景区，居在我国安徽省南部，那里景色相秀丽深情，尤其是那些怪石，有趣极了。就说仙桃石吧，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，落在山顶的石旁上，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。有一只猴子，它脸的两只胳膊抱着腿，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，望着翻滚的云海。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。仙人指路就变有趣了。远远望去，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，伸着手臂指放前方。这是什么字？就更有趣了。对，就更有趣了。指向前方。对了，是前方啊。我打，哎呦！はい、疲れ様でございます。勝利のダンス。现在几点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卡哇伊国家，救妈妈在你那里。阿里。